我阳气，阳气啊！我今天咋的？跳过去就跳。好，阿弟我，我先跟你介绍一下，我今天足欢迎你这个歌友吼，我头先在大哥往门过吼，因为我个你嘛歌友长啊，我真的高雄人啊。就是在后溪那边哦、啊，因为我有啥物做，我有啥物做哦，就是因为我爸爸是种田的，啊，因为我跳过一个溪手啊，哦，我就是住遐，哈、啊，天场啊，天场啊，已经天场了吼，天气嘛，伊个天气嘛，跳到生个大拿最后，哎，对对对哈，啊，所以呢。骰子哈，除了就是因为那个散客哈，那个陈永辉先生之外啦，都是高雄的乡亲嘛哦，啊，所以我这才讲台语啊，哦，因为我跟他男朋友一点讲台语，我来讲台语嘛，就是这样比较顺。驾照正常，我们讲的啊，那家驾照正常，好像没有有永安遇到，没有聊那么正常，他的来印象正常就是颜色。三，来，麻烦大家视线往那个哈、哦，用你的那个最底端上面看，但微微看得到啊，就是它其实是黑白相间的那个灯塔哦。那画眉城虽然讲简单，它有交集的时候是看得到，它有交集的时候是看得到。既然咱南部吼，咱这歌谣用心吼，都是咱台湾人嘛吼，啊，细汉啊，是讲细汉也是超会报。好嘞，第二点哦，我话你多，你多才多艺的是啊，所以讲，甲你多教会这样，你看甲你多教会这样，要讲唱歌，唱歌。哦，因为我咧就是，内底有一个角色叫做王美龙。哦，阿仔吼，啊，因为我细汉看过的时候，我真系忘记说，黑白人是咱的。我没有问错哪了，拍呀，拍呀，拍呀，不错。他那好的是比较西洋曲的灯塔，因为它是黑白相间，那所以当地人就把它用白色线条是欧美的。你到这个灯塔哦，因为上面买起码是美国的，就是你去的欧洲跟美洲的。我无咧看背景动态，无，我好像一个有画的，我看这边，我不在看旁边，就只有这样，因为我只在八位置，我无到背景的，我平常只在背景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一人推的给两台卡吧，好不好？